天成为荣耀勇士系列的官方代言人吗？哪一天？哎，我说到了，5月18号。5月18号。然后我就想选5×18，因为是5月18号是我宣布成为荣耀全球代言人的那一天。我听阿阿的建议，5×18号在哪边？都起身了，好像在这儿，在这儿。哦，在。哎，在这儿。哎，5×18座是在。你要在那边啊，在这儿，在那边看到了一位穿着短袖上衣的一位小姐姐吧。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哈，可以从这边的通道入场，留意脚下安全。今天杨洋可能身份里多一个变一个摄影师，那一会儿我们能不能请你给现场这位还有这位两位朋友咱们现场拍一张属于他们的写真可以吗？来男士到中间来吧。是我的错觉吗？脸红了呀。我来问一下啊，两位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激动吗？好激动啊！好激动，好羡慕啊！来，这位男士，你心情怎么样？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哈！那我问一下两位，之前有拍摄过写真吗？